众所周知，随着超体对抗迎来周年庆，游戏中也是新增了一个全新建筑，没错，充能塔。很多玩家仍旧找不到它的位置，本期视频我就带你们看一下海岛所有充能塔的位置。首先是巨港上能区，这个位置我标出来了，眼前这个巨型建筑物就是充能塔。众应该都知道，直接让角色大招冷却重置。纵观所有职业技能，显然次元即刻的物资箱是最适合充能塔的，一次用完后充能重置 CD 又可以刷出来一个。充能塔没有使用之前外观是这样的，像一朵盛开的花，使用后就闭合了。因此虽然充能塔没有在地图上显示，但可以通过外观分辨该塔有没有被其他玩家使用。而海岛其余七个充能塔的位置分别是在巨港下城区、P 城这个位置、外城的下城区以及上城区。同样超体中心也有两个充能塔，分别在左右两侧，十分醒目。最后一个充能塔在军事基地这里。